大家好，我是昆山空间设计系林秀慧。啊，我是秀慧老师的助理嘉瑜。在这里面其实是有学校的两个研究室，西西加 KK。去年其实我们访问了一些长者在地居民，我觉得那一件事让我们看到很多在龙旗看不到的事物，尤其是对味蕾 的描述，嗅到土地的味道。我们期待描述的是龙旗的地景，包含你走进了山里的这种蜿蜒的道路，然后顺着路而上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一个一个隐藏在树林里的小村落。我们期待空山记在这样的走动过程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身体跟人我之间、跟土地之间的对话。也许来参与的民众，他们可以留下他们所看到这五年，他感受到了什么样的事情，然后留在这里告诉我们大家这个样子。